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名人鐘錶的 Sam。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介紹這隻 WGCL0004。 這隻是一隻自動機芯的 Cardia 18KT 玫瑰金的手錶，它的動力儲存是去到48小時，錶盤的直徑是去到 40mm， 厚度方面是 10.81mm。我這隻錶是採用了鱷魚的皮帶，它的錶殼也有50米的防水功能。相信很多人喜歡卡地亞都跟它的錶扣有關係，這個也是卡地亞的經典錶扣。我們看回它的錶面是用了白色再配合這個藍色的羅馬數字，令到這隻錶更加顯得大方高貴。如果大家看完也有興趣想試戴，歡迎隨時跟我們名人鐘錶聯絡，而在片裡也會有我的 contact， 歡迎大家隨時跟我聯絡。那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Thank you.